我们的习气很重。啊，这个经听到耳朵里头，敌不过习气，被习气完全遮盖住了。啊，所以提起来，这话我听过，只是听过而已，什么意思没去想过。啊，当然每听一遍，在你阿赖耶识里头就多熏一遍。要熏多少遍，你才成就或相信呢？要分修无量分，无量遍。啊，绝对不是少时间的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，这话是真的。不断重复一千遍，印象就不一样了，才能够引起注意。啊，所以这部经要念多少遍？一般标准的数量是3000遍。我见到有个同学，他念了6000遍才能背诵。啊，真的把这部经背下来了。啊，50-60岁的年龄。用了4-5年的时间，啊，把它念了6000遍，不能说没有恒心，不能说他没有毅力，啊，但是经是能背了，意思不懂，啊，听经他没有听3000遍。所以习气毛病改不了啊，而且不好的习气非常坚固，依旧还造业啊，很可惜啊。像这样的人能够把无量寿经念6000遍也不是简单事情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真诚心、恭敬心没有。啊，如果有真诚恭敬，不必去求解经义，念熟了之后，这经义自然会起来。啊，为什么智慧显现？一心专念，心清净得定啊，定能够发挥，道理在此地。那么6000遍念的是很熟了，我们相信它，6000遍里面都有杂念在里头，这不是清净心啊。不是真诚恭敬心，真诚恭敬心决定的理由。啊，他什么毛病？傲慢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，好强好胜的心重，这没办法，改不了。啊，样样都是要走第一。都是把别人压下去啊！这个毛病应该也是无始劫以来熏习而成的，就改不掉啊！对他学佛造成严重障碍。
啊，这个人还在，能不能往生？我们在旁边侧面旁观，他不能往生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他不肯认错，他不同忏悔，啊，不能改过自新。那就是面子问题，啊，错了也不承认，啊，真正忏悔改过有救啊。经文上这些话，我们要记住。这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其中知诸善本啊，就是往昔修复慧，这是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，懂得修复，懂得修慧啊，修福心量要大，量大福大，修慧心地要清净，要平等。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生智慧。